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的第一次，就是我除了精神，还包含肉肉都给他。哎呦，哦，那也是他的第一次，他是第一次吗？他不是，他六次。哎，当时的哭法是怎么哭？我如果记得印象没错是崩溃的哭，然后大叫。怎么哭？没有叫不出来，你叫给谁听啊？初恋是很重要，但是。重点是几岁的时候？我19岁，19岁，对方是对方青春少年，非常漂亮，有点像马奎奥。晚秋，马奎奥，难怪你每次看到马奎奥都怪怪的。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马奎奥啊，20年前的事情。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的第一次，就是我除了精神还包含肉肉都给他。哎呦，哦，那也是他的第一次，他是第一次吗？他不是，他六次。哎，你要知道，以前我们那个年纪都是到华西街的。第一次要到华西街，太贵了。不要，你们三个不要再骗人。青哥快昏倒了。所以说你是正常恋爱之下，对对对，两情相悦，对对对，不是用穷的，不是用花钱。我是因为在开的那个电动玩具店跟他认识，因为我是维修员嘛。那他是顾客，他是开分小姐啊。哦，对啊，长期开分小姐与维修员的恋爱故事，对对对对，这讲起来眼泪会流出来。长期去那边帮他维修开关啊，换机板啊，换电视，慢慢就是开始他会给我水喝啊，买便当啊什么，慢慢就这样聊起来，慢慢就恋爱在一起。对啊，那会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比较穷啊，是，虽然那时候钱赚了很多啊，但是没办法啊，就是家里面管得比较紧，所以比较穷就没有钱，没有苦练的感觉，我们要打。马上即将进入苦练，而且觉得是很苦。我们大概认识半年快一年了，差不多那个时间了。那因为我真的比较没有钱，人家追他的男生都是骑摩托车，要么就开车。那个时候开车的男生已经很不得了了。对啊，玩笑，当哎，对啊，吓趴。我连骑摩托车的钱都没有，是每次都是坐计程车。可坐计程车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当然，我就记得说那个时候，他跟我提出说要分手，认为说我们两个不适合，对吗？贫富悬殊差异太大，而且我只是一个装对机台的工人，跟人家挂什么？人家开分小姐啊，多行情啊，随便进去那边玩的都是大哥，真的，一开就十几二十万的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嘛。我们这种穷小子就没办法，那有人追他，所以他给我拒绝，他拒绝，那变成说我就要去找他，是，因为没有钱，也状况不是很好，就从台北的西门町。走去华江桥到板桥，下去到板桥，所以连续走一个月，从西门町过到板桥，对不对？那你的生命中就是没有公车这件事？没有哎，我去找他都晚上很晚了，因为他白天的工作也很忙，我也没办法，我白天也有工作，是。那等他下班或我下班，因为那个开分都那电动玩具店都24小时经营的，对对。他有时候跨那种大夜班，你根本就没办法。没错。那你留下男儿泪是因为走到路上不留地。不是留下男儿泪的那一次是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是说，他一直跟我讲，不要再来找他了，到他们家楼下门口，其实我不大敢上去，都按门铃了，用那个对讲机讲，那一次他是跟我讲说啊，你不要再来了，因为他男朋友来接他，我不相信，因为讲那么多次都没看过，那次让我看到，哎呦，哎，真的一个男生骑伟士牌。哇那时候韦斯牌就把你打败了，而且韦斯牌是一五零的韦斯牌哦，行情对啊，那个是重，站在旁边看着，就是说啊，那真的是没份了，对啊，没份。那时候会哭的原因是因为也累了，因为这样走下去一个月多了，不是开玩笑，脚都肿。对，我想请问一下赵哥，那你把你的第一次给了他，有没有后悔？没有，我从不会后悔，真的。因为你看哈，你不想把你第一次要回来吗？没有办法，我从19岁到现在交过那么多女朋友，那我也记得他。哎呦，他的长相跟他的名字。当时的哭法是怎么哭？就是黯然泪下，还是在华江桥上？我如果记得印象没错是崩溃的哭，然后大叫。怎么哭？没有叫不出来，你叫给谁听啊？我知道他哭的像那种婴儿那个。哭不出来，没声音了。你还是啜泣，只会那吸鼻子这样。你不要一直往帅的方面引导。啊，对对。旭哥讲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示范一次，当时是怎么哭？不可能，他妈示范。是赵哥，我们往回头看，只是一场梦，好玩嘛？让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当年。我如果记得没错，那个时候，情绪，对，那个恐惧。那时候哭的时候流泪，然后
崩溃了，整个人是崩溃，然后瘫坐在那个摩托车上面。对，那他们家楼下那边一整排有摩托车。我以为你偷一台，你有摩托车盖一台。坐在摩托车上，完了情绪没有一根筋的，坐在摩托车上吐啊。啊，你是在他家附近？对，因为看到了，有没有声音？走不掉了，脚已经软了。哦，已经相信这是失禁。哦，这个是搞笑了。到底在威胁他？好笑啦！因为没有办法相信说真的有一个男人那么帅，然后七个对维斯牌150的来接他。是，所以你被狠狠的干到一棒。对对，我到现在还记得他，他姓田。田 ，Oh my God， 露露。田。哇塞，赵哥，太厉害了！小明露露，怎么会是他？我操！终于忍不住了。我们这集可以做温馨一点。温馨啊！对，你直接讲田露露哎，好痛。我们刚才讲到一半，你坐在摩托车上哭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有哭出声音来吗？还好，其实应该都哽咽了。因为你没道理在那边一个人跟白痴一样哭那么大声给谁听啊？苦练，我觉得有那种味道，还不错。嗯。可是当赵哥在讲他苦练的时候，他们旁边一直在笑你，赵哥。谁？大哥，我没有，我刚才在提供你情绪哦，我记得把那情绪压。你就是第一个，真的啦，第三个。我在配合你的情绪。花货和土肥男花货。不是，哦，这个是苦练，也像单恋。嗯，但是我相信是真的。对，不是，这什么叫做相信？这本来就是事实啊！我瞎掰这干嘛？